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，犹原无影无迹。我不敢想，若无你，甘会剩我安怎度我的生命？寒风也忍袂过你对我的心肝，若堪糟蹋着我。爱着你，心惊惊，想着你，心痛痛，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。看着你爱别人，就亲像你爱我，安怎拢袂心痛？爱着你，心惊惊，想着你，心痛痛，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安怎拢袂心痛？爱着你，心惊惊，想着你，心痛痛，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痛。你是不是外口真正有查甫呀？啊，若无你来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，无你是咧乌白讲啥呀？我若甲你讲遐话，是我气恁老母才挑工讲的啦。啊，你也当作真实的哦。那你讲遐话呢？是毋是查甫送的？是啦，啊，不过毋是你想的安尼啦。人遐是甲我合股咧做生意的迄个股东送我的啦。阮伫咧庆功宴的时阵，伊提给我的啦。啊，搁再讲送花嘛，无一定讲是我甲伊有啥物感情啊。只不过是一种祝福嘛，你是想想较济要创啥啦？既然安尼哦，你是爱坚持要离婚？哎呦，啊，毋是为着恁迄个老母，啊，当恁老母哦，一日干我都甲伊冤来冤去啦，啊，逐天伫遐咧冤家，即款日子敢会得过的心？明辉啊，我即摆叫你入来，毋是要甲你讲些无欢喜的代志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即摆甲人咧投资做生意哦，我好赚的呢，顶礼拜有。你看我手会挂迄卡酸呐，才三工尔咧，我就赚迄卡酸呐呢。那安尼你是要甲我参详啥？阿酸唔知影，我迄个股东伊最近才搁去日本呐，啊伊搁贡献一条生意，伊按算讲吼要紧入来台湾做，这么好赚的生意吼，我若唔紧去投资是足可惜的呢。明辉，所以我唔才想讲一定去甲恁老母讲，这间厝吼紧摕去抵押，啊我从遐个钱唔才听我摕来投资啊。我才无遐憨嘞，我谁不知你若钱摕，就要甲我离婚，我才无爱嘞。我哪有咧想遐个啦？但我即摆规个心肝拢嘛是干呐想讲要投资做生意，我早就已经无咧想离婚的代志啊嘛。是讲五百万遐尼济，我若不一定肯答应。好啦，啊无三百万嘛会用的啦。拜托的啦，你赶紧跟你老母讲啦吼！哎呦，紧的啦，你赶紧讲啦，紧啦！有啦有啦。你来啦。阿母。你还袂困啊？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啊，着拄则我听阿官讲，伊即摆投资的生意吼，敢若真好赚。哎呦，你莫甲我讲遐啦，我对投资无兴趣。你若爱听，你家己去听啦。阿母啊，明辉啊，你受够无路用嘞！啊，着明明哦，伊外口有查甫人，啊，送钻石，啊，送花，敢我你点啊都无要紧。阿母啊，人个花吼是因投资生意，啊，公家趁钱，啊，头家吼送因的啦。啊！而且迄个手指哦，嘛是进前趁钱家己买的，你莫学白想啦。就是你才相信你的鬼话啦！打你啦，常常都按三更半暝才回来，你这要安怎解释？无代志，我要睏啦，你莫搁讲迄个查某的代志。阿母啊，阿母。安怎？有啥物话，紧讲啊！是毋是迄个查某叫你来过来甲我提钱啊？阿都。阿官的即马需要三百万去投资啦，阿母，你是袂使甲厝吼，搁摕底下三百万给伊，好不好？袂用的啦，我即马三十万都袂当给伊啦，
有本事哦，你家己去借啦，莫来找我，我要睏啊。阿忠啊，来，你看着，这咱公司的口座啦，啊，咱要争取迄500万，我的部分我已经寄落，啊，你呢？我，啊，我等于交阮阿爸参详啦，哎，都唔肯答应啊。啊，你安尼就放弃哦？啊，你先阿无爱阁继续来要求咧？哎呦，阮阿爸的个性吼，足固执的啦。啊！我前两天吼，才甲开嘴尔。哦，我即摆若倒吼，倒甲伊安尼甲争取吼，阮两个冤家啦。是讲，你敢无另外所在通想办法？500万呢，唔少数目呢，恐惊有困难啦。唉，安尼就无法度啊。既然你也无钱。是讲吼，这批货我是一定爱进的啦。啊，你若无钱，嘛免勉强啊。啊，是讲我哪有别人想要投资啦？啊，无就算讲你将这个机会让别人啊。诶，无喏，永春啊，啊，你等我几工啦？啊，我另外会想办法啦。等你几工啊？啊好，要无就我搁等你一两工啊。你唔是去上班，阿爸，我是专工为公司赶回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这摆吼，我一定爱好阿爸趁钱的机会啦。你过来讲伊500万的事，我一定几工啊，都甲你讲遐清楚，你敢听无少？哎呦，阿爸，阿英顺阿公吼，伊无法度等啊啦，我钱啊都唔摕出来吼，伊讲吼要甲因朋友合作呢。鬼吹合吹就是永顺啊，永顺啊！你真是遐信用迄落人，一直甲你逼钱，哎，我来看，一定有问题啦！哎呦，阿爸，人已经加500万，迄增资的部分吼，已经入去阮公司的口座安尼，啊，我亲目睭看到的啦，这无法度假啊啦！啊，我若像你安尼吼，要共怀疑东怀疑西啦，我是要哪甲人做生意啊？生意我是唔捌啦，也唔。我已经提200万给你啊，你已经讲有够啊呢！啊，即摆一步一步伫来，啊，钱愈提是要愈多，啊，你的心愈来愈大。吼，啊，安尼哦，我无法度啦。阿爸，即摆吼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啊！你家己想办法，你家己想办法。借30万，你先得投资啦。才30万尔。我已经尽力啊。拜托你好嘛，30万甲300万是差足济呢。嘛无法度，哎，30万我都真无简单甲去借着的啊。我知影无够啦，但过为着你，我嘛是四界去撞啊。你都莫阁嫌啊啦。咱若钱较少。咱就投资较少的嘛，无你是捌啥呀？30万人，迄好业人根本就无看伫咧眼内啦。搁再讲是因为伊甲我好朋友呢，啊无300万伊嘛无想要找我投资。阿管，咱的生活毋是讲真正袂得过啊，无咱莫去趁这条钱好无？我哪会去嫁你这个这么无志气的人哈？钱甲人你嫌侪是嘛？啊，毋过为着要投资去人借钱，安尼敢好？好啊啦！吼，搁单伫家庭咧，呾讲讲一大堆，讲你无录音，搁唔相信？我看咱开去离离的好啦。阿冠，啊你唔是讲无爱离婚啊？你即摆讲离婚？啊，若无爱离，卖用的啦。上无你嘛做一挂心情给我看，甲
我保证讲，我会当阁甲你过一世人。是啥物成绩啦？去赚300万啦！莫为难我好不好？我若有300万，我早就给你啊。无你到底是真正你讲，还是你假提亲啊？你无法度说，不要叫恁老母把这间厝摕去抵押贷款就有啊啦。阿官，你还阁对这间厝袂死心？这间厝是咱最后的财产呢。啊，若摕贷款，安尼毋是吃老本啊？买还卖随在你啦，我已经讲啊足清楚了。你若要叫我后半世人，我跟你吃苦，我甘愿跟你离婚啦。你一定要300万。现啦，你若无提300万来，我什么话拢不爱跟你讲。好吧，我来找人谈商量。明威啊，你少搞了人呢！啊，但迄个查某是倒一点着？你安尼袂讲，拢唔知人。阿母啊，人你讲翁仔某床头拍床尾和啦，我是无希望讲咱厝安尼冤到龙家散体，我唔才来求你，你就莫甲阿官计较啦。嗯，阿达要求你，唔着去求你某，哪来求我？去求你某，哪来求我？阿母，我来求你是不得已的啦。但你嘛知影阿官的个性，伊若要做一项代志，你若唔好做，伊就乱袂煞啦。我是为着要解决问题，唔才会来答应你。阿母，你想看卖啦，咱做一届把问题解决掉，安尼后摆唔是较好过日子？好过日咯，哼！我唔敢唔望迄个查某，即马吼，若要好过日，只有将伊赶出去，安尼上好解决问题啦。阿母啊，你莫阁想要去找阿官啦！我予吵到袂睏的啊，我嘛无要予遐好睏。好，我等。阿母，莫安尼啦！开门啦！开门啦！阿母啊，想要做啥在这讲？你点点啦！开门啦！阿母，无你是咧创啥呀？你咧大细声拢啊嘻嘻叫，是咧创啥呀？好啦，三更半暝啊，我无要甲你大细声。来，过来，过来遐坐。我要好好啊，甲你谈判者。谈判？想啥头谈判的啊？安怎？你无胆量通甲我谈判？哎呦，平常我遐大脑空，啊，即马正经要甲你讲，你煞惊着？我是要惊啥呀？无敢惊你这个老差白会甲我拆只萝卜。哼！我听阮明辉阿在讲，你讲叫我从这间厝去抵押300万给你信，为着阮明辉啊，好啦。我答应你。哎、欸，想影无啊？你是唔通骗人呢？你慢车遐唔欢喜，我话讲也袂完呢。阿母啊，你点点啦，无你讲话分啦，一切由我做主。我甲你讲，我唯一的要求吼，就是我若钱付你的时阵，就是你甲阮明辉啊离婚的时阵，安尼你有答应？我早就已经甲你讲过。上少都爱500万甲这间厝啊，啊若无500万甲这间厝哦，我是无可能离的啦。嗨，你搁坚持无啥物路用啦，我这下昏啊讲是最后一摆机会给你呢，啊你若搁安尼坚持哦，死到你甲恁那个客影证据若互我抓到，我强迫恁离婚咯，哈，你一生五年就免孝顺啊啦。阿母啊，你哪里要逼我离婚啦？你莫听假讲话，你若假讲话哦，我含你闯半嘴。我当作无事，你这个囝。好啦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300万就300万啦。你300万若随乎我吼，我就随签你啦。袂用的啦，阿官，咱袂去离婚的啦。哎呦，明辉啊，你受够无好，你敢过来啦？阿母啊，哼，你紧过去恁老母那边啦。我看恁两个人缘分都到这尔啦。我嘛无想要一世人吼，跟一个散赤人咧过日子。敢讲我比那300万佫较不如心？
我想吼，我若是摕遐300万来过我的后半世人吼，我嘛比对你这个善巧人较好过。大哥再讲吼，凡是我下摆赚的，唔拿300万，还是1000万的。好，咱就做安尼决定。我钱若存落的时阵哦，你就好准备离开，什么人都免管什么人啊。搬就搬啦，这个所在我早就已经住到袂爽快啦。我你讲啦，我若搬离开这个所在哦，卖看到你哦，我心肝头就加我轻的啦。阿官啊！阿官，妙慧啊，妙慧啊，哎呀，慧啊，无咯！阿当，你是讲对我入来要创啥？拄才你无听恁老母咧讲，爱要相就卖插相啊！阿官，你真正要跟我离婚哦？这嘛是恁老母逼我。代志哪会变到这个地步啦？哎呦，丢我明辉啊！当离就离啦，是有啥事嘛？结果一个面敢好人的。你真正要离婚哦？敢讲你拢无代了咱较早的感情是？哎呦，即摆我话都已经讲出去啊啦，啊我是要安怎搁收转来啦？搁再讲我若要去看你迄个老母的迄个面相哦，我想到我一巴倒去。阿官，敢讲你着爱我过去甲阿母求情？其实咱嘛无一定离婚了后就袂用再结婚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咱是暂时离婚哦？啊，咱会用再结一摆婚啊。阿官，安尼你唔着欢喜啊？你明安心啊去困啊。紧啦，紧去啦，紧去困啊，好啦，紧去困啊。阿志祥哦，能够结一摆婚哦。那老差别绝对气死！替你整理房间啦，上九点外，明天还无去上班啦。我要来上班啦，阿文呢？阿文，我来带你学校的。哦，你来现在来古怪古怪啊？无啦，阿爸，我要来上班啦哈。来，阿爸，敢有啥物代志先？阿爸无提这个给你，你是不是咧生气？我是担心你向骗去啦，你袂肯你阁失败一摆啊！啊，你也唔肯摕钱给我，啊，讲这嘛无路用啊，对我一点仔帮助嘛无。阿爸，我家己想办法啦。你家己要想啥办法啦？目前哦是无啥物办法啦。对啦，阿爸，我有一句话吼，藏在心肝内藏足久啊呢。啥物代志你讲？我感觉讲吼。你较疼家人啊，甲阿贤啊，啊我咧，你一点仔都无咧关心我啦。我无关心你，阿爸若无关心你，当初你来台北要开公司的时阵，阿爸就卖土地摕来互你开公司，啊，刷到分祖产的时阵，我还钱嘛摕来互你，互你甲因阿兄弟分。刷到即几工啊，我摕200万互你，安尼我无关心你，小。阿爸，我唔甘愿啦！啊，我是大兄呢，咱家营啊，甲阿贤吼，即摆嘛拢发展了袂歹啊！啊，即摆我有遮尔好的机会，啊，你算唔肯甲我斗三工啦？讲来讲去，你心肝内还是咧怪阿爸就对啦。安尼好啦，你一间公司好好啊做，做一只成绩给我看，阿爸自然得甲你赞助，甲
给你支持。阿爸，这话你讲的哦，有准成哦。我是你好爸呢，敢着讲我白纸小黑字，你才要相信上？无啦，阿爸唔免啦，我相信你啦。钱紧摕来，就紧解决啦！啊，莫安尼一个人行出来，就伫遐咧踅踅咧，唔歹人当作咧痟的啦。到300万伫遮，小等，离婚证书。问你宝贝仔囝，爱就歪好我，哪有法度啦？阿母，离婚证书伫我遮啦，敢讲一定爱要到这个地步是？哎呦，免费啊！你紧互签签的，莫遐拖拖刷刷啦。对啦。你紧摕来，给我当恁老母的面签签的啦！啊，无伊就是讲我面烂，伫个恁丈家歪走。卡古，拢是伤心话，卡想也只有你一个。Thank you.